乖伦往篮底下掉，这个人，哎呦，直接从威姆斯头上把这球拿回来暴扣啊！今天到底能有多少个五加球？我就想问一问啊。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慢镜头，球掉得非常好，造机会。这个球啊，这保罗更给力分嘛？嗯，而且力压威姆斯啊。但是老帅蒋英权指导也好啊，杨明指导也好，都是需要做的啊。CBA 全新黑科技，没错啊。这边呢用张镇麟来对上威姆斯啊。从尺寸和运动能力上讲呢，金金也是，我觉得为数不多能够对上威姆斯的这样国内好球，好球啊，漂亮！金金这球刚才防那个威姆斯防的非常棒。嗯，其实我在换防啊，广东队呢就是一挡就换。外线三分球来了，漂亮！所以我说金金，这看金金这球投的特别的坚决，其实离三分线距离非常远啊。对，今天换人换的非常快啊。赵睿呢上来之后个人进攻啊做得不好，哦，同一个位置，金金又来了，又是一个三分球。金金做好准备是，这个当然很多时候说金金应该是可以去打三号位，因为现在四号位辽宁队人选很多，没错，对吧？金金确实是有下来。张继伟再给到低位，富豪往外给，张镇麟，嚯，哎呦，不得了啊！这个真的不得了，要交流，要沟通了。啊，吴昌泽这个球呢没有勉强的出手，再来啊，三分，哎呦，加一，天哪，天哪，什么手感这是？哇，今天张镇麟真的是。哎，击散打广东今天真是打得来劲啊！这是带着暖宝宝来赛场的吧？投个三加一，这个现在已经不是手热的问题了，就是热的发烫了，嗯，对吧？但是跟进篮板球真没办法，大延误。再来一个吗？我都不知道说什么了，今天这个状态来了，挡都挡不住啊，挡不住。热搜预定啊，这是一个进攻犯规，不光是进攻打得好，这张镇麟今天防三号位、哎、防四号位都没有问题、啊、是他用自己的进攻啊把自己的防守积极性给调动起来。再来看一下这个球，二飞啊，这球右手，裁判吹了他的这个推人犯规，嗯，真的是大场面球员啊，嗯，反击的机会，哎，这个球呢想是传过去就两分啊，想得很好啊，再掉，赶紧又来了，空中接力啊！这一节真的是把杜导给打平了。我觉得是张镇麟把杜导打平，没错，真是，这个发挥啊！哎呦，没有啊！这个防守真的是太出色了，直接上，打上二加一，又是能够上罚球线，看机会就会包夹。嗯，广东队整体一个防守层次还是非常好。以前变向直接过了周鹏，再来又打进，呜呼，节奏其实不错。威姆斯。黄兴凯，你让他突破啊，真的是没有用到点上、啊、因为对他的突破其实没有威胁，不速。小天爵今天在场上啊，基本上没有怎么拿球啊，外线还是不是光用的，就最怕看到球员受伤。没子女啊，这样的话前场多打少，张镇麟外线又出三分球机会。对他来讲，这个机会实在是太好。打击，胡明轩。自己上，哎，这个球往两个人中间走，为什么不往左路走？是，这其实往左边走正好是他这个，你这就一个五号位啊，真正的五号位、啊，两发全中，勉强了这球，对，反击啊，乖伦，往篮底下掉，这个人。哎呦！直接从威姆斯头上把这球拿回来暴扣啊！今天到底能有多少个五加球？我就想问一问啊！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慢镜头，球掉得非常好，造机会。这个球啊，
这保罗跟给力分嘛。嗯，而且力压威姆斯啊。太有观赏性了，这就像姚明当时去了 NBA， 贾耀东就退役了，一样的道理。哎，这个球还下手拉了一把。那当然，二飞的能力要强多了，也要尽可能的去跟上广东队的进攻节奏。没错。张振明的这边。哇。温姆斯，哎，就等着你传球呢。八个。前场四打一。硬上哦，又是金鸡！哎呦，今天五加球，这五加球，我看一个人都一个人爆满算了啊！提前给扣篮大赛想想动作。今天张也是有点想多了，你想从赵继伟身边这样的抹过去，来了！哇，又一个空中接力！哦，今天真的是要包篮，是今天所有的十加球吗？五加球太少了，我觉得五加球太少，要十个、啊哦。刚才很冷静啊，好外线赵继伟还一个三分吧，没投中，但是又一次啊，张镇麟轰炸了广东队篮筐。这没办法，广东队现在这没人护框，篮下的高度也不够。是，威姆斯自己再来中距离，没投中啊，篮板球。刚刚我们导播都说了，今天是圈粉之战啊，来来。可惜了，这次上反篮没绑进啊！不，张镇麟本来的粉丝已经很多了。嗯，进。那现在其实，等于说对梁振来讲，要防下来的话，哎，这球打那么快是。啊，对杜大来讲，这个球伤元气了。对，联防就是保护内线的。张镇麟啊，尝试一个。哇、哦！前面啊，投丢了几个之后，这个时候还敢出手？张镇麟其实我觉得他挺简单的。你们这个二三联防不保护内线吗？那我就投篮啊。嗯，是吧？我外线有机会我就投啊。来看看啊，本场比赛 MVP 啊，张镇麟，当之无愧，46分，9个篮板，3次抢断，3分球命中率57%，2分球命中率啊80%，真的是非常可怕。今天啊，打的既有观赏性，又非常的高效。发出来啊，应该不打了啊。那这样的话呢，在一场防守大战当中呢，通过一个加时赛啊，辽宁队124以上115，也是很惊险的战胜了广东队啊。这场比赛真的是很精彩。在打完之后呢，两个球队啊，你从球员脸上没有看出有谁是不太满意的啊。虽然是比赛是有胜负的，但是对于这两支球队来说呢，的确啊，